现在巴拉马查瓦要向他借种，我们回避吧。巫师拉走干尸的丈夫，干尸随即开始行动。他缓缓飘到空中，嘴里念念有词。Peter 灵魂紧跟着就飘到上面，围绕着干尸一顿操作，猛如虎。干尸尽情地享受着，因为他要生出儿子来帮他复仇。这也是丈夫祈求巫师时候的心愿，想要复仇就要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接受巫师的安排。巴拉玛查娃已经怀孕了，他怎么还会生儿子的？是的，要用你的血来养育的。反噬越来越严重，男人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葡萄粒，这就是复仇的代价。他开始用自己的鲜血来养育妻子腹中的胎儿。与此同时，阿强的妻子正巧也怀孕了，每次喂血，阿强妻子的腹部就会感到一阵疼痛。终于铁柱耗尽全身血气孵化出妻子腹中的胎儿，他完成了使命。另一边，阿强妻子腹痛难忍，随即肚子爆裂开，一滩血肉扑到医生脸上。下一秒，胎儿出生了，他长满獠獠牙，还有许多触须，无差别攻击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他在等待最后一个仇人阿强的出现。显然阿强比较强，施法未能斗过他，全靠这个魔胎来取他性命。在阿强剁断魔胎的触须后，鬼脸出现在魔胎口中。这个比较强的家伙自以为很聪明，殊不知巫术的厉害，魔胎隔着门板刺穿阿强的身体。怎么说这也算是你爹吧。人性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想象力和邪恶一览无余。片中有极其香艳诱人的画面，建议各位看官去欣赏下原品。